这是超过10年的冷气机，你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那个那个风扇冷气呢不冷呢？因为这个哦，这个盘呢、啊，哦它没有下来，所以你就要按怎么按呢？如果你没按的话，你就按这个咯。啊、哦，这个是Mitsubishi 的那个 Mr. Sim 啊，Mr. Sim 还是 Mr. Sim？所以你就按这个咯，哦，这个 van，然后你要是按的话呢，你可以按这个啦，第三个，哦，这是第三个，啊，这个是那个干的，哦，然后你就按这个 van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啊，四下，啊，它就会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它现在降下来了，就比较冷哦。啊，有时候你按这个冷气呢，这个是冷气嘛，啊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，这个。这个是超过10年的冷气机，你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那个那个风扇冷气不冷呢？因为这个，这个盘啊，它没有下来，所以你就要按住按了。如果你没按的话，你就按这个了。这个是Mitsubishi 的那个 Mr. Sim 啊，Mr. Sim 还是 Mr. Sim？所以你就按这个了，这个 van。然后你要是按的话呢，你可以按这个啦，第三个，这是第三个，这个是那个干的，然后你就按这个 van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它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它就降下来了，就比较冷哦。有时候你按这个冷气呢，这个是冷气啊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，这个比较。这个是超过10年的冷气机，你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那个那个风扇冷气呢不冷呢？因为这个哦，这个盘呢、啊，哦它没有下来，所以你就要按怎么按呢？如果你没按的话，你就按这个咯。啊、哦，这个是Mitsubishi 的那个 Mr. Sim 啊，Mr. Sim 还是 Mr. Sim？所以你就按这个咯，哦，这个 van，然后你要是按的话呢，你可以按这个啦，第三个，哦，这是第三个，这个是那个干的，好、哦，然后你就按这个 van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它就会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它现在降下来了，就比较冷哦。啊，有时候你按这个冷气呢，这个是冷气嘛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，这个比较。这个是超过10年的冷气机，你看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那个那个风扇冷气不冷呢？因为这个。这个盘啊，它没有下来，所以你就要按住按了。如果你没按的话，你就按这个了。这个是Mitsubishi 的那个 Mr. Sim 啊，Mr. Sim 还是 Mr. Sim？所以你就按这个了。这个 van。然后你要是按的话呢，你可以按这个啦，第三个。
好，这是第三个。这个是那个干的，好，然后你就按这个 van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啊，四下，啊，它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看，它现在降下来了，就比较冷了、哦。啊，有时候你按这个冷气呢，这个是冷气啊，啊，但是这个也是可以，这个比。